来关心外国的消息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就在伦敦当地时间十时下晡2:22，以公开游行方式为白金汉宫移灵到西敏厅。新国王查尔斯三世带威廉王储、哈利王子有十个王室成员对伫后壁用行的伴随，差不多38分钟后到西敏厅。这个女王的灵柩所来四天，一直到后礼拜一，总理迄一天会开放民众占用。排队的人即马已经讲有5公里长，这恐惊都要等超过30点钟。才能進入西敏廳向女王致上最後的敬意。莊嚴的聖歌當中，女王的靈柱刷進去西敏廳。Queen's body is now lying in state, and there it will remain until the morning of her funeral on Monday.在9月初八过身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，灵柩在伦敦时间9月10日下晡2:22，以公开游行的方式移灵西敏厅。新王查尔斯三世带弟弟妹妹，佮威廉王储和哈利王子等等10位王室成员一路伫边队。38分钟的路程，敢若听到军乐队音乐声和马蹄声，沿路伫边送女王的民众全场静默。伊领队伍对白金汉宫出发，经过三线路骑兵卫队兵场，上尾也到国会大厦西敏厅，由坎特伯里大主教主持20分钟的简单仪式。女王的灵柱放伫平台，看皇家标准旗，阁有放帝国皇冠和白色花裤，连续4天开放民众来看。Westminster Hall, the hush, the quiet, the peace. Then it, your heart takes over.And you know you've come to say thank you and goodbye.泰晤士河畔长长的队伍，绵延每5公里，拢是等台北进入西敏厅向女王致上最后敬意的民众。It's like closure. Our queen is being laid to rest.透明排队的民众无分男女老幼，都算有可能要等台北30点钟，嘛要向这位在位70年的君主致意。伦敦市政府伫排队围的沿路增加临时便所，嘛全日开放部分场所予民众休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奶鱼，要交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